到八卦娱乐圈，在许多人看来，高大威猛、魁梧健壮是判断男士能否拥有超强时尚表现力的基础。但谁说男装搭配一定要依靠高挑身材呢？事实上，时尚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高个子身材固然能够撑起各种搭配，但秀气也不失为一种风格，个子不高一样能穿出潮流。艺人周深虽然个子不高，却表现出了超强的时尚力，还将简单单品穿出了潮流范，这充分验证了时尚从来不被身高所拘泥，关键在于你怎样搭配。与模特身材几乎毫无关联的周深，就将造型打造出了时尚大片即视感，轻松引领个子不高穿搭时尚。周深的气质越来越好，衣品和表现力也得到了提升。基础款单品白色 T 恤上身颇具潮流范，搭配浅色牛仔裤，减龄时尚而又青春，而他的穿搭方法也相当适合个子不高来借鉴，各种风格切换自如，彰显时尚。一、基础款白 T 穿出秀气潮流，相信每个男士都拥有一款白色 T 恤，无论是作为内搭还是单穿，白 T 看起来都如此平凡，但是在周深的搭配中，他却成为了主力军，清新色调让整个人看起来尤为秀气，配合合适的版型更显潮流，宽松版型随意休闲。尽管周深个子不高，并且身材还较为单薄，却依然选择了较为宽松的版型来增添休闲随意感，这种秀气的身材若配合以修身版型，反而会大大降低档次，倒是宽松版型能够更添潮流，破洞设计增添个性。上下装若均采用浅色纯色设计，确实难免单调，加入细节可以大大缓解空洞，让搭配更具设计感。周深就在长裤基础上加以破洞设计，让潮流感大增，撕裂风破洞更添个性，与 oversize T 恤准相配，整个人都型男范十足。二、个子不高穿搭风格模板，有颜有品有身材有气质的周深确实可以作为穿搭模板来供个子不高男士借鉴，他的搭配并不夸张，但往往时尚感十足，通常以简单的单品和简约色彩组合来凸显时尚。一、善用衬衫与西裤，与大多数男士相同，周深也尤其喜欢衬衫与西裤的组合，不过在款式和设计上，他的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身材，因此看起来会更加得体时尚。比如当选择宽松直筒版型的西裤时，会配合以垂坠感材质带来视觉延伸，从而缓解宽松版型带来的横向扩张感。二、青春范时尚穿搭，周深为个子不高穿搭塑造出了很多风格模板，西裤衬衫正式而不失活力，青春时尚穿搭潮流感十足，减龄效果拉满。对于周深来说，休闲装进行叠穿往往会给腰部带来负重感，直接选择连体裤就能兼顾时尚与得体，在选择叠穿时要尽量避免腰部堆叠感，保证腰部曲线简约流畅，较为平坦的材质与修身下装搭配就是不错的处理方案。而周深又配合以对比强烈的色彩搭配，让搭配更具视觉冲击，时髦帅气。三、西服套装时尚而有型，周深的穿搭再次表明身材永远只是时尚的加分项，个子不高一样能穿出超前卫的时髦帅气。都说西装穿在魁梧高大身材上更显高些，但周深的造型也不差，甚至更加时尚有型。个子不高能够将西装穿出怎样的效果，关键就在于版型和设计是否得当。对于周深以及个子不高男士来说，西服套装不能过于修身，以免穿出土气，但同时又不能过于宽大，避免拉低身高显得笨重，选择合身的西服套装才是正解，适度宽松感还能更增添潮流范。与此同时，色彩搭配也不宜过于繁杂，同色系搭配能够让整体更具一体感，因此会显得身材更加修长。若想采用对比感强烈的配色，那要注意色彩搭配不宜繁多，两个色彩为最佳。时尚从来不被年龄、身材等因素定义，如何把控潮流关键在于你是否掌握了适合自己身材的最佳搭配方式。周深的身材绝对算不得优越，但他好在气质佳、衣品高，一样将造型打造为时尚大片即视感。